钓啊，你车钓你，你话来人家，你两两两两两。你莫真是敢走嘞，走走路，定路，定路，喂，开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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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们那个厂，就是厂，其实厂当然了。今天加上那个阿里山乌龙合在一起，然后昨天是那种绿茶类的，然后今天改用了棒茶。哎，每天都换一点不同的茶来喝喝看，喝茶也是好养生。刚所搭乘的这一艘游艇的名称啊，叫做美琪三号。就是以前蒋介石啊跟宋美龄啊来到日月潭生活的一个地方，这里有一栋灰色黄色的建筑物啊，就是以前的蒋公行馆。蒋公行馆于921大地震啊烧毁了之后，现在啊重新改建了，就是韩碧楼五星级的酒店，住一个晚上最便宜的大概在台币的15000块上下。这一栋啊就是以前的蒋公行馆。船只的右边看到有一条直线，上面有车子在行走的这一条直线啊，叫做水社大坝。水社大坝于1934年时啊建造完成，建造完成之后水位就上升了，上升至21.2米。水位上升了，也就汇聚成一个水平面，汇聚成了各位啊现在所看到的日月潭。船只啊，现在就行驶在我们日月潭的中轴线上面。船只的左边啊，比较辽阔的哈、啊，圆圆的像太阳一样，就是日潭。而船只的右边啊，细细弯弯的哈、啊，月如钩哈、啊，就是月潭了。但是啊，各位贵宾们啊，从这个水平面上啊，比较不好分辨出来。要从高空啊往低处看的话，才会明显的分辨出啊我们日月双潭哦形状的不同。船只的右前方啊，这里有一座小岛，是我们台湾哦最小的一座岛屿，早期啊就是叫做光华岛，取自哦日月光华的意思啊，是蒋介石啊以前的时候取的一个名字。后来遇到我们台湾的921大地震之后，也将它给震垮了。它现在的面积只剩下大地震前的1/6。现在已经归还给我们当地啊少族的原住民。现在又把它改名了，改名了就叫做拉鲁岛哈，拉鲁。这个拉鲁啊，是我们少族的语言啊，翻成我们汉文的意思啊，就是神圣的意思。现在是认为这一座小岛神圣而不可侵犯了，不让我们一般哦汉人登岛了。好，如果各位是在大地震之前有来过的，叫做光华岛的时期啊，它以前是可以登岛的啦。现在因为啊大地震之后只剩下中间圆圆的凸起来有种树的这一块啊，只剩下这个小岛而已。虽然我们现在不可以登岛了，而且现在是我们少族的祖灵圣地的啊。以前啊，这个上面有个月老庙啊，现在已经移到了哈、啊、我们水社码头啊，往水里乡的方向。
那里啊、哦、有一个叫做龙凤宫啊、哦，现在移到那边啊、哦、来供奉了哈、哦。这座小岛也是我们日月双潭的一个分界线呢。船只现在在经过这一座小岛，我们船只航行进入的右半面这一面就是属于啊、哦、月潭哦，月潭的水域。越南哦，在90年代之前哦，是管制哦，不让船只进入。以前哦，只有我们原住民哦，可以进来里面捕鱼。蒋宋美龄哦，跟蒋介石哦，也会请我们的原住民哦，划着手划船哦，载着他们哦，进来里面哦，欣赏的湖光山色。因为以前哦，蒋介石哦，都把这个越潭哦，当成是他的小西湖后花园，所以以前哦，是不让船只进入的。啊，因为蒋介石回不去大陆了啊、哦，他可以继续引风水哈、哦。好，我们呢，日月潭是位于台湾哦唯一啊、哦、不靠海的县市啊、哦，南投县，总面积啊、哦、有 8.3 平方公里，总蓄水量啊、哦、有1亿4000万立方，平均的水深啊、哦、是20至40米深。而我们日月潭的用水还分为有三种主要的用水。也就是啊，我们的啊民生的用水，还有啊就是农业的灌溉用水，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工业用水了。工业用水就是我们台湾的水力发电设施。这座宝塔叫做慈恩塔，慈祥的慈，恩惠的恩哦，慈恩塔。慈恩塔是蒋介石啊，为了纪念他的母亲王彩玉啊，王老太孤儿而特别建造的。塔高啊，它有9层楼高，建造在海拔啊是954米的高山上。到它的塔顶呢、啊，它的塔尖的地方啊，刚好是1000米的高度。这是啊，精心设计过的哈、啊，代表着千秋万世的意思。蒋介石啊，很相信风水的啊，所以他在我们台湾啊盖了许多的宝塔，而其中的一座就是在我们的日月潭了。
因为有一个说法啊，说我们这一座青龙山代表的是我们的本省人，而刚刚的黄龙山啊代表的是外省人，所以它像不像一个钉子一样，就钉在我们青龙山的上面？好，这意思啊，就是要封住啊我们本省人的命脉，好，让我们没有办法掌权啊。像这一座山脚下，当时有一个啊，这里啊有一个投射村啊，就在投射村一号，有一个叫做林良港先生。好，他当时有出来选总统啊，有人说啊，就是因为这座宝塔，所以他没有选上啊。好了，林良港先生就住在这个山脚下而已。